阴阳日月最长生，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维新正教大凡士啊，我们的学员同修代表，我们第三节继续为各位来阐解巫相和门相啊。一个口诀：门千金处犀牛，门有一千斤的力量，房子只有四两重。若是房子不当缘得运，你可以借外大门来开旺山旺相，而且以房子的文相要相生，不能相克。安那时啊，房子转危为安。若是房子门相很好，外面的门的位置，若是开错了，那反而吉中带凶，这个凶有一千斤啊，房子只有四两重。所以这个口诀，我们帮人看房子，当你一进入他家的外大门，你就要看出全局啊，你要看出周围环境。所以你们小楼盘一定要随身携带啊，你们到那里可以简单的量一下啊，不必拿了大楼盘。曾经在台中很多年前有一位看风水的用那个楼盘，很大的楼盘叫那个业主用光的有一天看到我怎么想边去啊，那时候我也不出名那一位先生呢我在旁边，我看他刚闭过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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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盘那个中心一点点而已，不到闭建设真好叫爱用千年钞票还是用百元钞票垫四个头牛好呢一直红包一直要给收起来那钱就要收起来那看看的，我看啼笑皆非，接着怨挨怨打。到了民国84年，我开课第二届的同修，有一天我就谈到这个神仙
计时十足，骗吃骗喝，啊，装模作样的，啊，黑的，不知道哪一位先生，那这样的话很不好。刚好，班上，一位先生举手起来，老师，那是我啦，啊，要修，你啊，啊，你别去哩。一个，那个拍戏感去啊！我画的东西，我老师也教，哎呦，这些，哇吼！你们爱实学，不用安呢。啊，二届的，啊，读了两年以后，啊，他也很聪明了，啊，坏习惯改了，啊，嘛是敢画出，啊，帮很多人的忙，哦，那。所以啊，同修啊，我们懂得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你可以帮助他人一口诀，好。所以同修，那你这个门的立向啊方式真重要啊！我今要来甲各位。举一个例子，一家工厂门出去对着对面四楼的厝，啊，这壁都写起来，这间公司做到不得不去，所以要我去帮他看，我讲门先进厝四楼，你门开在这边不对，你要改到这边来，这边是龙边五栏，你门出去碰壁，碰到人的四楼的厝，门清净厝四楼，所以你一年开几个亿的啊，你得不到效果，产品得不到效果，所以咱去人家看厝，第一个爱先看大门，眼观八方，啊，你到门口一分钟以内，你得爱对周围家了了分明。眼观八方，啊，那若是不好，爱换位，爱换位呢，啊，换的这个龙有利的地方，啊，你要是换一家来，啊，保持的好丫头，比这个还歹。啊，所以门有千金，储存细牛当。啊，那么我这边改到过来，你是爱去喊这间公司，啊，门看肯也唔肯，那唔肯，那你就另找他路。啊，所以这就是。咱一般很容易忽略了。啊，曾经有一位公司
工厂真大间。他做祖山，啊，做到七次运，七次运，七、八、九、一、二、三、四、五、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啊，七次运，七八九一二，二日中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啊，一地这个地方，公司。内部一个词，七次运，而是九子火，九火克中宫，而创业办公厅、工厂接来的，再做一个地金水，火克金，七九交战。七九交战，火克金交战，我那个公司官司不断，官司不断啊，再加上。啊，二三四五六七，啊，加上夜门开了中宫，啊，开了中宫呢，啊，这个六白，六九，血光。六九血光，两边做一个底，啊，前面开六白，六九嘛交战，啊，所以和中宫七次嘛交战，我头家啊，你足有耐力个咧，你这大好，我足有本钱甲人战咧。哎呀，不得已啊，无甲人争袂使咧，无争，人拢要甲欺负啊！伊真济产品拢有发明诶，但是还未出哩，外口市面上人咧卖啊，感觉着足奇怪，啊，都爱甲人烧过，连续一过过四五年了，还咧过。啊！我甲人头家，你安尼，卖股敢袂使咧？无股那挡会掉，啊！你卖红魔，黄帽去就好啊嘛！啊，人都要甲黄帽，啊！你爱查，现在产品还袂出哩，外口市民人咧卖啊，晓得？这就是内神通外鬼啊啦！我哩迄个地两平，迄个地做个遐尼水，啊，做我个遐深，一两米深，水遐清遐水。哦，那水清，鱼就现，抓无鱼。抓无虾，啊！加上头前你的正大门开了是袂歹，可惜你家己做这个地破掉去啊！
败掉呀！啊，所以我讲，水到老掉多话啦，慢是吞吐起来，安着耍。啊，尾啊呢？啊，这头家啊，还蛮理智的。伊讲，我拢袂怪任何人，怪到我家己无福。我你无好，你就一定得了，爱靠你啊！啊，所以无好，得到有损。啊，你做无好事，朋友少到拖累，得到损去啊嘛。所以同修，咱学习易经风水甲宗教，是予人建设。啊，咱的好的形象，不要犯先世的罪业，天下都袂乱啊啦！啊，伊只船呢吞掉的，船咧平静落，啊，平静落咧有一天，伊去南部佚佗，啊，赶一人山下来。师父啊，我上山啊来呢。我好啊，上山啊就蛮好啊。山啊就山山啦。哈哈哈！哦，平安就好啊。这是台湾人民永不成功庙的所以，那个头家讲师傅啊，你的法门是什么说啦、啊？我平安法门什么说？平安就好啊！哦，咱这真理呀、啊！啊，我常常跟你讲，恁那个鸟鸡啊皮看惯是，啊，有一天啊，我摕真正貂皮给恁看，结果恁会认为貂皮。是假，恁的才是真呢，因为恁鸟鸡皮拢看惯是啊，啊，才来换貂皮真的呢，你说人家讲是假，啊，鸟鸡皮才是真正貂皮啊，啊，以假乱真，所以咱学多广览诸经，啊，了解一切法，了解世间事，诶，这里。真假，好、哦，所以有时候咧，啊，咱要开外大门的门向，真重要。啊，门向，一啊，三年九运咧。三年九运的旺生旺相为重，好，第二，文位以内文内底的门，好爱深入，啊，忌。刻入啊，忌刻入啊，忌泄出，泄出啊，刻出刻出为吉，刻出哎，那有悬空哀星象星。诶，哀华啊，相星的哀华，如啊，咱这里
他八印，壬三，丙相，壬三丙相，啊，那你三柱中，八九一二三，三顺行是逆行，顺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啊，你们开门，告诉后门在思虑，后门凶，势力扩中宫，扩中宫，五黄比合，啊，这三四五六，六呢，泄出，啊，七马生出，八旺。啊，旺在壬三后文，九来生入，生入己，啊，一百克出己，八百克出己，八克出己，二比合也己。所以这是不变的真理，好嘞，好嘞，好嘞，抄嘞。所以，你要做一个名师，为作为自己的名师。家己这个原则一定爱会记哩，啊！你要违背这个原则，啊，家己吃了亏，怪不得谁。啊，你要等人家气话麻辣嘞，啊，内九宫，咱就用水，水族箱。水桶，啊是水井，内九宫，外八方，外八方就是大门、小门，哈，外八方，大门、小门。外八方，后文小文，那三壁的时，黑子查了钱。在一二十年前，宜兰有一个中兴职场，啊，总经理那个师兄。啊，带我去看参观，看看咧。我哎，恁后壁这房啊都无准咯。要是这拢有请人来教呢，无准就无准啦。因为爱心一算，这三地方，后文会进出。的货物啊，的方位啊，那迄个门的三壁方，三壁方有拆迁啊，都、就是有这里漏失掉啊，那老唔在啊，这难怪职场，
大家都了解。我你个澳门，诶，位置换掉嘛，换位啊！啊，迄、那个总经理，那个的师兄啊，哎呀，我阁做无偌久啊啦，袂啦，如此动众。干嘛？有一天你会下台？下台的原因？就是内底发生问题啊！所以咱的师兄去紧张，阿只个。外文做这个改善，才稳定呀。所以外大文很重要，外偏文嘛是搁较重要。某一个南投某一个国小，一五六个门。陈校长說，你把這個門你給封起來好不好？那個門就是都燒破的門，就是三壁方，就是戰鬥星嘛。他說，哈，老師啊，那個孩子呢，都接在那個門那裡，下課之後都在那裡燒破。我别个学校的来遐等，拢伫遐烧拍，烧拍个，往家长嘛来遐烧拍。我咧封封掉倒啊，迄门歹出入嘛，伊讲无方便，那方便烧拍你就方便啊。所以五六个门，该个村子。三个门，悬空爱心来生日的门，为重，就按照这个方式，学校的正中央来看夜九星爱心。来推，来靠中宫呢，门未使得开门，靠中宫的大门小门都未用开，而且学校才转来平静的，所以学校外大门我甲改了，921也无伤着，后来。已经国小，拢出山好地方所在。好的，校长又师傅啊，我很头痛哎。自从你敢改了，遐门后壁改封封了，我呢主任科好地打个钟条，钟条都爱浪干啊，唔带换呀，换伊爱个重新爱个培养。主任，才讲，讲迄个，伊个心声，包括现在咱维新正教义经大学教务处，也退休的马是迄个学校校长退休的来服务，迄就是。学校的地灵人杰，黑外大门，你们可以用张卦，无主神的时，无紧，特定主这个门开这里，吉凶如何？要用意，用意的，来分开来占，
第一个门啊，占出来的卦吉凶如何？啊，第二个门吉凶如何？每一个门卦占出来，你得了了分明，哪里好，哪里不好，该封，该开，了了分明啊！啊，听有无？啊，所以啊，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但是呢，咱很容易给忽略了，啊，忽略了，咱就看袂着丢。啊，有当时啊，迄、那个校门，啊是公司的门，或者办公厅的门，安尼好不好？你可以分开来占，朱雀洞公司也是这单位的多可说和官司啊。那么白虎洞啊，都、就是多血光；玄武洞啊，就东东就插头啊；高顶洞啊，都、就是高高低低面刷。啊，那青龙洞是最好，拢有酒好啉，哦，较有酒好啉，迄是无歹，哦，啊，但是啉伤济会过山，哦，这是咱从易经卦，咱就会当很清楚。那么成蛇洞，成蛇洞的标示这个门有阴邪。弄底下出入，阴邪要出入。啊，回想在很久以前，我去啊拜访唐正一唐师公啊爷处，啊，伊则讲伊迄个咧，一处有一个穴，啊，这穴的这综合的地方，行啊。平房啊，一个穴底下，还伫这个位，啊，这间厝，建哪不要嘛死，鬼火都拢对来电入去，这间厝的人大家啊，唔敢住，出面头尾，啊，拢讲迄间厝鬼啊厝。有灵活，啊！这出入，啊啦！迄个时阵，我都开始咧学，我拜访唐师公，而且讲迄个所在已经出有龙穴，伫门口，火定迄个位，啊，就是当时有拢有鬼啊火，啊，那人唔敢住，伊只俗俗甲买起来。买起来，伊搬入去住，啊，搬入去住呢，啊，那么伊门向，啊，改做望山望向，迄个时阵，伊改亥山四象，啊，这六运，啊，望山望向呢，迄灵活，不要会望山望向来的主人就化掉呀。阿别入去厝内底，啊，那上山下水，衰运，啊，鬼火灵火，伊都会招就出来的。啊，那么阿姨呢，佮改做望山望向去，叫解亥山。啊，兼前亥山，
啊，望山望向了呢，灵活，啊，来到门口，很自然的模样。啊，人感觉足奇怪的，哪会安尼？啊，我去遐参去遐看，去拜访施工的时，讲话听，啊，我才恍然大悟，哦，迄原来就是望山望向，啊，就是正副殿，啊，正殿副殿各就其位，啊，各就其位。望山望向，山管人丁，水管财。啊，山管人丁是阳气，水管财是阴气。啊，所以施工啊，伊甲我讲，迄个秘密。啊，那么以后我若去人看厝，会看工厂。那上山下水的公司经营拢较歹，哦，个经营真忝啊！为什么上山下水阴阳颠倒？阴阳颠倒，阳气早已出井，阴气早已出来第几百啊？哦，阴气。买那是，好鬼灭，鬼灭之气，阴气，好一在屋外，爱在屋外，啊，那是。望山望向，啊，阴气在屋外，啊，这是平安发财，啊，阴气，啊，小水，阴气是水神。阴气水水神，啊，要让他在外面，啊，若是阴气运走到屋内啊，走到屋内呢，立马爱有位来者是客，来者是客，哈。来者是客，好好招待侍坐，用水箱、水缸。啊，水桶，啊，来化煞为权，也得趋吉避凶。好，这个兄弟姐妹，爱有位好坐侍坐，啊，这坐咧咧，伊就袂作怪啊，啊，会足欢喜的，这样坐都还算。啊，你要找个给他陪他玩，陪他坐，啊，迄个爱心的化煞。如啊，这里说
阴气为三弊子，则六百方啊，放水啊，600斤克木，啊，三弊是长男，啊，你要老父来克制，来陪他玩，一个贪生旺克，啊，贪生旺克，接着趋吉避凶，有没有话？听有哦，今日啊，这个很简单的告诉各位啊，希望各位同修，那你要为自己创造幸福，要为你的亲友啊创造平安和幸福和顺如意啊，这即是我们学到的最高境界真实意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